喂喂 ,hello, 大家好，今日2020年11月8号。哇，又系讲呢个拜山啊，拜登啊嘛，咁样拜山啊。拜先生啊，拜山。好开心啊，你见唔见到啊，即系呢个贺锦丽啊，松毛松翼嗰个样。I'm ready. You are ready for what?唔系特朗普嗰啲咩啊？特朗普个空有嘢，有咩啊？空有成竹打来的信心。咁你其实冇话信唔信心各样嘅。总之咧，朱利安尼即系佢哋而家咧嗱，有信仰嘅好处就系、是、啊，我罗列晒所有嘢出嚟啦啊，之后 I do the best 啊 ，God will do the rest。我啊做好我自己嘅本分咁就算噶啦。咁当然啦，特朗普打高尔夫球，你可以话有俾个解读。咁有啲传言啊，你信就信啦，你唔信就唔信。就係、是、話啊，呢、這個聯邦密探 FBI 嗰個唔係 CIA 嚟㗎，話呢個係一個非常大嘅行動嚟嘅。嗰啲選票入面呢啊，已經印有識別嘅記號，可以知道啊擺曬喺邊㗎啦，無所遁形。咁所以呢，只要一抄嘅時候啊，所有嘅犯罪分子啊都會迅速就捉拿歸案。哇，有冇咁厲害啊？展護衛、王朝、馬航、張龍、趙虎、星堂。是不是这样啊？哦，山西布政司那十万两不是那些。诶、收埋山西布政司那十万两在哪里？有十万两那么多啊？是不是这样啊？冇十万两那么多，那是几多两？造炸两。乜到啦。咁跟住那些呢、就不讲下去啦。即是他们做事、没理由我去跟的嘛，是不是？加我冇收人工喎、他们收人工喎。我都话啦，咁郑经翰嗰啲唔收钱做咁 cheap， 咁收钱做啊嘛，你收钱做我都嫌你 cheap 啦，啊，更何况唔收钱做做乜嘢？唔好做大外孙咯，咁唔好唔收钱做啊，收钱做边得嚟咁噶？竟然唔收钱做咁样做义工咩？唔好咁。嗱咁讲翻呢个 CIA 先啦，嗱佢哋啊，我唔知啦，自己小心啲啊。咁但系啊，佢哋应该就同阿拜生 Mr. Bride。啊，有啲牙齿印㗎喎，即係事关啊，之前呢、不过唔知嗰啲应该华人嚟㗎，就泄露咗个名单㗎嘛，由香港嗰个你㗎嘛。咁然之后啊，嘩，嗰班咁样嘅驻华 CIA 啊，就俾人一网成擒喎、啊。我唔知啦，拜生、有个登记係咪帮佢哋登记咗啊，登记咗啲乜嘢，包括登记咗间谍证係咪，要认证先可以做㗎呢啲嘢。咁你知呢个认证制度代表住啲乜嘢㗎啦，佢拿本 death note 俾你啊，去签名啊，去登记啊， sign up 啊。哇，仲要收年费，系咪好绝？唔收年费啊，都已经衰噶啦，仲要收年费啊，咩都好啦。咁特朗普打高尔夫球啊，啊又罗列晒啲证据啦，朱利安尼，喂，你嗰啲证据系乜嘢啊？你部电脑系统系可以自动配票噶噃，呢、這个我都讲多两句啦。其实之前南韩咪用呢嚿嘢咯，我一早已经讲咗噶啦，人在忍啊，你估佢好得民心啊？即系呢个咁样嘅黑切啊嘅韩国总统，其他国家啊，德国啊，各样嗰啲啊，走过去恭喜呢、這个，恭喜恭喜。恭喜呢个拜山，咁有啲人就话，即係喂你唔係啊，而家走去恭喜佢，你咪即係认受佢，你认受佢，你知唔知代表住啲乜嘢啊？你係认受一个腐朽嘅选举制度喎、啊、你係认可啊，认可咗人哋可以选举舞弊喎、啊、如果係咁嘅时候，你第四个班友都可以俾人踢落台㗎咗喎。咦、我有呢套选举系统咪唔使俾人踢落台囉。啊，想得美啊，想得美，真係想得美喎、啊、今次。你諗下 ,think 㗎嘛，想啊得美，咁咪得到美国囉，咁咪想得美啊。今次仲唔係啊，哇，涉国者猴，涉欧者猪，今次真係拜山封侯囉。封侯封王封圣啊。使唔使登山啊？刺狗石啊，登魏王咩都好啦。咁讲返呢个特朗普先啊。咁有啲人就话啦，嘩，你系咪真系㗎？咁有几个解读。第一个解读当然系空有成竹啦，即系好似诸葛亮喺空城入面啊，上面喺度弹琴。喂，咁但系唔对路喎、啊。咁你系吓走人咋喎、啊。你空城计文聘嘅。当其时系文聘用空城计嘅。诸葛亮就未用过。不过点都好啦。咁呢样嘢呢，喺呢个鬼仔达啊，即系魔鬼筋肉人。都用过喎，中国古拳法最厉害嘅一招系乜嘢啊？心理战，即系点啊？嗱、你睇下我几淡定，系你淡定，人哋就好唔淡定噶咯。越淡定啊，你越淡定，人哋就越唔淡定噶咯。呢啲系乜嘢啊？俾人抛掷噶咯，即系人哋晒你烂啊！咁嘅时候，拜登落唔落拍咧？即系拜山又系嘅，你系都唔好咁早宣告自己话乜嘢 project to win 啊嘛？咁一讲嘢语无伦次，咁当然啦，想呢个犯罪嘅集团咧啊，咁就鱼浪。
似乎夹住嗰堆主流媒体啊，咁就谂住捧佢上去系嘛？主流媒体冇噶啦，依家即系公信力荡然全无。哇，大佬，你 Facebook 即系你预咗咯，第时 Facebook 啊、CNN 啊、Twitter 嗰啲啊，佢哋系冇传媒操守噶咯，唔得中立嘅媒体嚟噶啦，已经系一啲即系净系播佢哋中意播嘅嘢咯。啊，已经冇咗新闻自由 ，no freedom of speech。咁你见到美国系已经烂融融啦嘛，基本上就系双。唔係香港，係香港，係啦，係香港嘅呢個劇本啊，喺美國度重演一次，所以我咪話咯，哇，大佬，你嗰陣時嘅係咪揾香港做實驗嘅？其實，哇，咁你下緊一盤很大的棋喎，喂，大棋局喎，真係勁喎呢鋪，大棋手喎，哇，唔怪得啊，重新將嗰套麒麟王搞 cosplay 啦，諗下咁多出唔去播啊，播麒麟王喎，你唔好播進擊的巨人係嘛，播麒麟王喎，啊，就係呢個偉大光明正確嘅習近平總書記啊。啊，果然是一级大棋手啊，不是大红袍啊，大棋手啊。喂，咁就厉害啦，下一盘很大的棋啊，将呢个美国啊，美利坚合众国变成美利坚合众棍啊，咁然之后布以甚为黑化佢。咁好喎、啊、哇，真係如果今次啊获得胜利嘅时候，美国嘅人民真係呢个牛仔裤牌子攞啲尖嘅时候呢，哇、啊、咁我啊即时即唔和万岁万万岁。喂，甚至乎啊引入呢个叫做朝贡制度啦，第一样嘢。第二样嘢当然就係要跪地啦，即係你开人大各样嗰啲点可以唔跪呀，岂有此理啊，唔得尊重呀、啊、哇，真係要咁先得喎。美国嗰边都系啦，众议院啊要参拜吾王，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啊，跟住攞佩洛西出嚟停仗五十以立威呀、啊。哇，几过瘾啊，喂，我都想玩下喎、啊欸、不过我唔系嗰啲高官贵人，冇计冇计。咁讲返第一样嘢就好似系空有成竹咁款啦、啊、特朗普即系可能真系有呢个黄雀行动。啊，黄雀行动好似系走佬㗎喎，做乜嗰个咁劲嘅名啊，嗰啲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喎、啊。喔、哦、即系后勤咁解系咪啊，喂唔得咁㗎嘛。anyway, 即系咪空有成竹呢，咁唔知㗎呢啲。咁但系呢定还是系呢个外卖仔嘅心理战。即系打高尔夫球啊，咁我觉得又唔系嘅，即系第三样嘢呢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特朗普可能已经叫乜嘢啊，心无挂碍啊，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乃至涅槃。哇，呢嘢真系厉害啊，乐观达观处世啊，咁所以我哋正念得噶啦。喂，其实又系、啊，因为呢而家嚟讲嘅阿拜生同埋特朗普呢系两样嘢嚟嘅。特朗普嘅世界系乜啊？我冇对唔住其他人啊，咁所以呢我得。就得，唔得亦冇所谓。点解啊？我啊 set 晒啲盘喺度噶啦。得嘅时候啊，咁当然我就可以继续我嘅使命。咁但系唔得嘅时候，即系就算啊呢镬做唔到总统都好，佢都要捍卫美国嘅司法制度同埋呢个选举嘅透明度嘅。即系你个选举系的而且确，今镬你俾人见到有巨大嘅舞弊空间啊嘛。咁当然啦，嗰啲叫乜嘢啊？借翼图霸。哇，今次真系掂、啊，乘虚而入的而且确啊。哇，咁就占据咗美国咯，咁儿戏都得嘅，冇啦。即系呢个拜登都已经开始草拟啦，啊，就话入主白宫之后会将呢个特朗普嘅嗰啲手令啊，总统行政命令全部撤销咁滞，啊，咁即系会俾翻钱 WHO 啦，啊，会重新同中国建交啦，啊，咁跟住咧就闹几句，嗱、啊、你曳啊，维吾尔嗰度，然之后咧啊就继续交名单啦，咁罗冠聪啊、张坤阳啊嗰啲啊咁就高危啦，咁同时间啊英国方面啊都已经惊到腾腾啦震啊。即系呢个 Boris Johnson 英国啊，即使啊，即系其实咁讲，嗰啲国家其实已经洗湿咗个头。我想讲啊，冇咗特朗普嘅时候，佢如果唔自己整翻个联盟出嚟嘅话咧，好大镬、啊。今次有啲人就话，喂唔系嘅，搬走咗嘅时候啊，都唔会搬翻去啦。你好似日本嗰啲厂咁，切咁我可以即系美国嗰边啊，加翻日本关税，加翻呢个印度关税，咁你咪会走翻去中国嗰度设厂咯？呢、这个只不过系睇你嗰个政策向边边倾。斜嘅啫嘛，只要 China 遭一上场啊，我都话啦啊，抗争嘅策略系乜嘢啊？就系、是、唔抗争咯啊，咁、啊、要点样做？当然就系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即系如果有人同你讲啊唔得，我哋要继续坚持正义嘅，喂，咁你就推佢去继续坚持下俾你睇咯，睇下坚持嘅后果会系点啊？啱唔啱啊？喂，大佬，你咪继续坚持咯，走，咪系咯。即系嗰啲乜嘢啊？即使有一嚿巨石碌落嚟啊，只要我哋有千千万万只波子蟹啊，一齐举起个钳，就可以顶住呢块巨石。喂，
系变咗蟹子寿司、哦，佢好似搞错咗啲嘢系嘛？有啲嘢咧系讲成功机率噶嘛，当你知冇机率嘅时候就唔好嘥气啦，系咪咁讲啊？即系香港人啊，由洋买版嗰代出生啊，不嬲都系投机分子，其他国家一样精致，只讲求利益嘅啫。啊，有啲人话系咩啊？要屙烟呢个佩洛西啊，等我哋可以有条后路。我谂你净身入宫会好啲咯。啊，净身入宫有后路啊，喂！即系民主党嗰啲咧啊，有啲大佬各样系咪啊？会顶住嘅。喂，你净身入宫啦，都系嗰句啱你啊。帝师可以做大内总管啊，喂，随时赢翻件黄马褂都唔错啊。咁当然啦，啊，大家平常心，最重要系坚持住积极。正念啊，有啲正能量先得㗎嘛。个人呢冇正能量，你个人都唔健康。唔健康就唔使讲嘢㗎啦。啊，最重要係维持住一个坚持定信正念。即係做人就唔好邪鬼邪气咁款啊，一定要有啲正气，唔係嗰啲咩正气火锅啊。咁打高尔夫球呢样嘢啊，你觉得系胸有成竹啊，定还是系抛人浪头啊，定系已经系嗰种比较上信仰式嘅。哎，冇嘢啦，即係我都唔理啦，无论点啊个结果，我只需要做好自己本分啊，咁就 OK 啦。啊，你觉得系边种呢？胸有成竹说，虚质实之说，定还是系呢个问心无愧说呢？啊，有三个学说出嚟啦，系咪？咁特朗普啊，一直以嚟佢讲嗰句，你见到佢啊周围喺度演讲游说各样嘅，佢讲其中一句就非常之啱嘅，啊，就系佢做咗47个月啊，比拜登做47年嘅嘢都仲多啊。咁呢句冇讲错喎，佢的确完成咗好多壮举，呢4年啊，将好多嘢拨乱反正。咁万一个世界啊要翻去呢个 globalization 啊嘅春秋霸国时代，称王称霸，战事兼并嘅时候。后今次咪散事咯，莫奈何系莫奈何，正道就退隐，邪灵再现啊！咁冇计啊，你峨眉老祖个昊天镜都顶唔住嘅时候，哇！真系特朗普嘅角色真系呢个峨眉老祖啊！咁幽泉爆咗出嚟啦，你唯有静待紫青相剑啦，系咪啊？否则嘅时候啊，哇！好劲啊！嗰个罗汉山呢，我唔记得嗰嚿嘢叫咩山啊。总之成堆和尚都俾幽泉收拾咗嘅。你唔好睇小呢个幽泉啊嘅威力，破体而出啊！喂，但系呢场好睇喎，即系花生断市啊！你又只有两个结果嘅啫，系咪咁讲啊？一系就美国进入呢个共产主义国家啊，一系就特朗普战胜，战胜归来，战神清音逐细流。咁我哋啊就俾啲精神力量佢啦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就出力啊！系当咸蛋超人唔够哥斯拉打嘅时候咧，即系你都要 set 个 deadline 俾自己噶嘛。啊，3个月就唔会3个月后有3个月嘅，总之 set 盘3个月，3个月万一有咩事嘅时候。咁冇办法啦，啊，咁到时即系，喂，我哋呢啲务实主义者嚟噶嘛，想输大人都算机灵，咁就唯有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即系咁样做咧，系可以帮你了却一啲啊冇必要嘅希望。喂，咁咪真系绝望？唔系嘅，咁但系咧，哇，即系蜀国嗰啲系嘛，以前诸国丞相啊，独出祁山都未能够收拾魏国，我等小辈啊，就只能等英雄辈出啦。不过似乎金锅咧，即系冇咗诸葛亮就大镬啦，系咪咁讲啊？就係咁，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